计算。大家好，我是 Vivian， 我这里叫 JV。嗨，我叫 Seven。这种性别的话呢，是属于第三性。我现在将自己的定义为跨性别 H， 这样。一个跨性别的电子工程师，死理性派，技术宅，大概这就是我平时给自己的定位。对，我说人家都是跨性别 ，transgender。那 gender 是什么呢 ？gender 就是社会性别。那跨越社会性别就是跨性别。除了男性和女性之外，一种就是，就第三性别吧。我认为变性或者这样的手术的话，它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的。每个人的话都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，就说根据自己生活来判断什么样的东西是，就说是适合自己的，而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应该去变，都应该去做手术，或者都应该去使用激素，或者都应该做什么。那应该是按照自己的生活去，按照自己适合自己的方式去生活。因为我没有做完变性啊，我也不是变性人啊，我也不是女孩子啊，所以说所谓的跨性别呢，就是说包含了种种种类，只是说我可能是其中的一种东西。我可能我对于男性身体的，就自己能够拥有男性身体的这种一种渴望，但是我又并不想要做手术，因为我其实我有考虑过变性手术这样的东西，但是愿望并不那么强。Put your hands up to the sky. Wave, wave, wave.